太衰吧，而且我最近已经连续三次大便时警铃响。今天是哪个菜鸟在那边靠腰很无聊的？是你还是小高？没，同梯菜鸟聚在一起很恐怖哎。谁回来？哇靠！是谁买蛋糕啊？全部都凤梨哎！都是他代赛啊！林阳代赛啊！学长，你那只借我一下好不好？那借他一只。学长，大嫂不是要生了吗？上次错过那一次，被念好几年了。怀孕期间，你都没有陪我去做过产检，有时候还有什么山难救助，好几天不能回家。龙安洞管确认成呼叫，已抵达报案现场，现场确认中。我靠！十二只要生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孩，快点！学长，医生不是说不行吗？再不都来不及了。赶快醒来，我的死！原本应该救人的消防队，现在害死人。你们良心在哪里？你们晚上睡得着吗？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啊？辞一辞啦，找个新工作。你看你那么认真的工作，却被闲到这样子。只需要看医生，再摸我一次。放开我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什么帮我做这些决定？其实每次救援失败之后，我也会很自责。就跟你说我没事。法律规定我可以进行针刺减压，那个是在医生同意下可以。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却让他扛所有责任，这太不公平了吧？他们现在已经找到媒体了，负责，负责这么简单啊？所以现在你有状况，你就该让我知道，我会帮你。你要结婚，你的人生才会完整。我都答应让你去当什么消防员了，所以你要答应我去相亲。当消防员怎么了？哎，你们认真打火，现在出了问题，还要自己掏腰包解决啊？你要我们这个家，还是你继续你的工作？你自己决定。我知道那个地方早晚会出事。我不能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丢下他们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有困难，但这是我想做的事。我不是为了他们的感谢而救他们的。咱都是一家人。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个人，那可能可以帮助五个人，而这五个人之后可以帮助更多人，那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了。只要他想活下去，我们都应该要救他。